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开箱这台非常平价 CP 值超高的气炸锅。这是它的外箱，哦，功率有1400瓦，110我们台湾专用的线。里面它运输都会有这个保利龙保护，所以整台运过来保护的算是很完整。打开来它有一个说明书，哇，很大一台，很大一台。上面是有液晶显示时间，然后料理这样可以选择。哦，那旁边已经有还有贴纸贴住，这是防止运输过程中它掉出来。我先把它撕开来。外观是这种钢琴烤漆镜面，非常漂亮。然后后面的散热，然后电线呢，台湾直接插的，就是可以直接插的。这是它的气炸锅里面的内里，它内里很大，非常的大。内里这边按下去，它有个盖子，很贴心的，防止很油这样，可以打开就可以把里面的内里锅拿起来。然后内里锅长这样，这个锅子里面有3.5公升，外锅有5公升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纸板，可以把它拿起来。它炸的物品放在上面，放进去，然后清洗也很好清洗。放进去了，还放了一大堆鸡块跟薯条，插进去，好，开机了。我们来选择温度，这个是 F 哦，不是 C 哦。薯条400度啊，时间是18分钟，记得要保持它的通风，因为它是靠后面有风扇，这个风扇要有通风。还有18分钟，再打开看。18分钟过了，看一下。哇哦！这自己切的马铃薯，还有鸡块，整个很酥脆的感觉耶。现在呢？哇，好香哦！带皮的马铃薯。然后还有那个我放那个红龙的小鸡球，然后用小鸡球的油炸那个薯条，哇，好烫，看起来好漂亮，好，非常的成功，我们要开动了。